Hey. Thank you.
板的拖动力。它十来条都有300吨啊。你要看看出它这个弧形的拉高一点。在那边拍过来，看到大家看得到。看到了。那有个发现的。
测板你去看一下，这边它是校正，校正知道没有？它就是说，然后它也是校正，它就是说，你这个是不是校正？然后啊，它跟你说这个要经过火校，就是电池的严重的，还要经过那个高温去。这边是三万瓦的激光，三万如果是它开机之后，它就不一样了。我先带你们去那边埋伏那边嘛，哈、哦，可以埋伏那边，看开机，来看一下那边。江平柱，我妈帮他搬的，我啥都不干的，搬的。江平的话，他以前两位是他的。
你要那种啊，比较精准的这些东西开的孔，还有打的这些码都是没有，这些码它都是激光器打的。